演而优则唱的陈妍希，学即将发行的首张专辑主打歌 Sorry 与大家见面。现场妍希宝贝不仅现场演唱首播主打歌 Sorry， 并歌迷视频连线交流，更是将 Sorry MV 通过屏幕呈现在大家眼前。看到现场的 MV， 妍希不免触景生情。专辑的十首歌全部都是来自于我自己人生的故事，那因为是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，然后看到 MV 就会可能会想起很多过去的回忆了，所以就会很特别的有感触。那现在知道对方的状况吗？晓不晓得他有没有听到这首歌？我没有问哎、欸、对，所以我现在没有联络。有还有没有？还是朋友，还是朋友啊。对，可是我并没有特地的打电话去问说有没有听到这首歌。本次发片不仅圆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歌手梦想，陈妍希更是献上十首歌词、九首作曲的亮眼成绩，首次发片就以创作型歌手身份亮相，让人不禁大赞前途无量啊。其实这张专辑的十首词都是我写的，然后九首曲也是自己写的，所以当然是非常希望可以以后一直朝着创作歌手的路迈进。早前的四川雅安大地震灾情严重，陈妍希也不忘慰问灾民。陈妍希表示，在雅安地区的灾民要加油，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，也要集合大家的力量为灾民祈福。希望在雅安地区部分的灾民可以加油，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地震的救灾是长久的，那也是要集合大家的力量为他们祈福。那会不会担心就是物资没有送到真正的灾民？会选择相信的公益团体啊，我应该会透过壹基金做出捐款。